建造业数码化成为大趋势，政府和业界致力推动建造业 2.0， 智能隧道质量检测系统就是一个成功例子。以往要检查海底隧道管壁缺损的情况，工程人员需要在高空工作平台以目测的方式逐一检查隧道组件，过程繁琐并隐藏安全风险。而采用无人机搭载 AI 处理技术的智能隧道质量检测系统，检查一个组件只需要两分钟，较人手目测快五倍，亦都会自动整合检测结果俾 AI 平台分析，全程数码化，唔单止简化施工流程，仲能够保障工人安全。无人机装有具红外线功能的高解像度相机，并配备微型电脑，在没有网络的隧道入面，亦都能够根据贴在组件上的标签定位，自动拍摄影像，就好像一对智慧之眼。这项研究成果已经成功落地，应用在本港 T2 主干道和茶果岭隧道工程。透过创新科技提升生产力和施工安全，引领建造业界向前迈进，实现香港新型工业化发展。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